汉语水平考试三级标准教程第五课阅读第31题。北京一年有四个季节，我最喜欢春天。北京的春天是绿色的，因为树绿了，草地也都绿了，天气不那么冷了，花也开了。这么漂亮的季节，你不喜欢吗？问题：北京的春天。 A. 天气非常冷。 B. 花还没开。 C. 树和草都绿了。请回答下面的问题。一，我最喜欢北京的哪一个季节？我最喜欢北京的春天。问题二，北京的春天是什么颜色的？为什么？北京的春天是绿色的，因为树和草都绿了。问题三，北京的春天怎么样？北京的春天很漂亮，树和草都绿了，花也开了，天气也不太冷了。